确定不跟我回去吗？雨罗，你知道你妈妈什么态度啊？我去了，到时候她……那我先走。我等你回来啊！帮我查一下吴宇妈妈的信息，赶快。雨罗，你怎么回来你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你就躺着睡觉呀？你生我气了吗？别嘛，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呗啊！好吧。不理我，我翻进来了。这是最简单的歌，真的在睡觉呀？哎呀，怎么了？试着带入我的心事，没事儿，有我呢。你先休息会儿吧，到时候起来吃粽子。好嘞。多么可笑的心事，可以不去吗？不行，你这个说好了吧，你输了你就得去。不管，你快去，快去。Later， 咋了，碧罗？我妈不同意我们在一起，爸爸态度也不好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我知道这些问题，到时候我自己去解决嘛。不是，希望遇到问题的时候是我们两个一起去面对问题，而不是你对我，我对你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啦，碧罗，这些我都清楚，你就不要担心了嘛。接个电话。好嘞，你接吧。哎，咋了？赶紧和六姐分手，我再给你介绍一个，听清楚没有？哎，终于来了，那个东西好，地点重要了。好，我这个东西自己去取。我自己去取。但是你在说啥呢？那么久？没有，那个外卖他迟到了，还非要给五星好评，我就。你给呀，都弄什么事？好嘞，那坐吧，我们吃东西。你继续。约的明天是吧？行，约好了就行，其他的没什么。你在跟谁打电话呢？不要再测。没有。外面养猪。怎么可能嘛？你这个猪我都还没养胖，我去养谁呀、啊？我上厕所呢，你进来干嘛？你上厕所穿着裤子上来。我跟你说个事儿。啊，你说。我妈又让我去相亲。那你这个你妈安排的，我也干涉不了呀，比如。这个猪，哎呀，过了今晚你就是我的人喽，碧罗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昨天碧罗又被他妈妈安排相亲了，但他不知道这次相亲对象是我。你好，我是你的相亲对象廖静。你干嘛呀？什么我干嘛？我你相亲对象呀？你不信？你看。我一整天都不高兴。不是啊，哎，你干嘛去啊？相亲都没完。结果街没逛着就被我忽悠进了这里。看上来比如买呗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说买就买。你知道啊，第二钻戒嘛，男生一辈子只能买一枚，对吧？挺好看的，但是这枚这边我们看一下，拿一下。等一下，你知道什么钻戒是什么？知道，三戒一生就是说，第一枚是钻戒，是定情用的；第二枚对戒，是成婚的。拥有这三枚，我们就可以相伴一生了，对吧？为啥不能买？我早就认定你了呀，所以我们早点定情，然后成婚，最后我们生小宝宝呀，不是？你还没答应我，他说你骗我，才刚过。什么呀？最后再看了很久，终于发现了一枚碧螺戴着很好看的，所以这个多少钱啊？我们就定它。啊，可以。哎呀，没事儿。确定啊，我知道这个要用身份证绑定，反正我认定是你了，你又跑不掉，对吧？就定他了，到部门。哎，就是他。
碧罗虽然没舍得让我买，但他应该还是挺失落的，因为咋了呀，碧罗，你怎么一回来就不说话？是因为喜欢的戒指没买吗？没有啊，我就是看那你别嘴硬哈，你去洗澡吧，我们一起看个电影。好嘞。要你吸干心中缺口，裂缝中留存温柔。哎，你爸早上爱的人正在路上，我知道能遇见春风今日暮不上。事情是这样的，送了碧罗喜欢的礼物后，他就一直抱着我不放。放开我行不行？碧罗，我告白都还差一步。哦不。那你刚才，你等一下。你刚才除了看见戒指，还看见其他的了吗？没有其他的。没有其他，你过来，你过去看，这么明显的东西，你说没有？当当当当，你看，零到二十岁的礼物，我全给你备齐了。哦、了解。哎呀，你先拆一个看一下嘛，你随便拆。好看吧？哇，这个。粉色的车啊！我就知道你喜欢粉色，你不觉得他这组很像我吗？所以说我就买了。对了，你以后只能抱着他或者抱着我睡，听到没？哎，你喜欢粉色的，那你打开这个，打开这个，你快点。手机，粉色的手机。喜欢吗？喜欢，可是你怎么又给我买一个？以前不是给你摔坏一个手机吗？当时你又认为我是穷小子，就随便买了一个呀，不是吗？可是那个还没坏呀、啊。我知道，但是这个是 vivo X50 啊，它的防抖功能很强大，很适合拍 vlog。女生不都喜欢拍点照片，录点视频，然后记录一下生活吗？那这个就很方便呀、啊，所以我就买了呗。哦，对了，你打开那个相册，对，相册第一个视频。这个。嗯。你说好了。对，这就是一个简单的 vlog。这是我们以前的故事。好好笑。而且这个很简单，我是一键生成的 vlog。哎，比如啊。你说我都做了这么多，也送了这么多礼物，那能亲亲我吗？你帮我做了这么多，好吧。真的、啊？我妈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就在我要和碧罗第一次正式亲亲的时候，他妈来了。确定是你妈？对啊，听声音就是。嘘，当你小声。不是你藏什么呀？哎呀，你别管，你别管，你快去，快去。你怎么来了？你家小兄弟嘞？我去了呀。他在哪做卵？是今儿给今天叫我上班上班，我爸都跑到这了做东西。是啊，那都是怕那个玩具迷到哪去不上心。看嘛，那个廖多多还不错，你的长心。廖多多？真的嘛？嗯，没什么。毕竟咱们虽然廖多多不了解事，很高兴，但是还得看差距还是很大。啊妈，你都没见过廖天平，好像我怎么我没见过，我就晓得。妈，少来，廖静那里啊，你是实习嘛？你要多和廖多多两个接触，他家里面条件又好，对你又上心，你还是争取让我早点抱出外孙嘛。哎呀妈，那我才多大，你怎么老说这个呀？你这个。你让他两个尝尝，真是都好。哎，我想问问，哎，我爸呢？他在楼下边，他在停车。他从哪儿坐呀？他哎，那个晚点我们要去旅游。旅游。哎，对，挺好。哎，我事情搞不定了，那老汉儿下去等到去。他坐你们吗？我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别看到，别看到，别看到。哎，那这个有男娃的还在吗？